各位台湾艺界的前辈先进大家好，我是艺璇公司的总经理江明聪。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各位介绍一下艺璇公司。艺璇公司成立于1984年，在这31年里面，我们参与了从医院实验室的半自动到自动化到全民健保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是相当的有经验。那我们现在在致力于的已经不仅仅是仪器的自动化，而且是所谓的资讯系统跟输送系统的整合，让医院可以达到最佳的国际水准，而且可以提供给病患更好的服务。接下来容我来介绍一下医璇公司的产品，谢谢。